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一、美国的军事体系庞大，现役人数数量多。据粗略统计，最重要的是，这还仅仅是海军一家，空军和陆军的体系一样庞大，这是一点。二、舰队体系完备，且在扩充当中。谈到美国的封存舰队有多强大，单从数量上，美国就已经取胜了。三、美国军费支出庞大，封存舰队随时可以恢复战力。美国的封存舰队虽然不能参加真正的战斗，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战队。有人说，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世界大国，小鹰级航母是美国封存舰队中的精选，可以搭载了103架舰载机。美国在海战上是占有绝对优势的，这才是真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